像是风的呼唤，勇气是心的敲门。虽然路途充满挑战，但我们不害怕前行。别说不可能，心中的火总在燃烧。就算困难重重，我们也要坚持不懈。别说不可能，天空的星星照亮前路，坚信自己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够达成梦想。别说不可能。